宠儿无极限，喜欢什么爸爸买给你。要两万出头，当场二话不说，快拿来刷卡，提了就走。两两上面跟别人跟大家说要买耳塞，他都不要。坐飞机就会送你耳塞了，你干嘛要买？有一台直升飞机飞过去，还是叫我好朋友，哎，怎么样？老爸存点钱买一个这个来玩一玩。太过分了吧！你直接用直升机耶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真心分享小铃铛。